好的，这里是封冰新社，然后这边办了一个很大的活动。啊，东兴，好，这边是封冰的东兴部落，然后这边办了一个很大的活动，所以我在这边拍了一些素材，吃一个椰子汁很酷，旁边有海洋，然后又有舞台，然后大家可以来这边捧场，因为这附近办活动，然后有很多在地的摆摊贩，然后其实大家都可以来这边买一点当地的农作产品。但这个是习以为常啊，这个椰子，它被鱼干啊，还有剥皮辣椒超过了，然后大家可以来多捧场。